军人家庭运动冠军出身，专型演员出色漂亮，与冯巩、郭冬临上春晚。文，流言蜚语，她也许不是才女中最美的，但却一定是美女中最有才的。她是春晚舞台上的常客，同时因穿着时尚有气质被封为春晚舞台时尚达人。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，她在进入演艺圈前是全国花游冠军，也是全国射击冠军，曾与奥运冠军王毅夫是队友。是的，她就是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的牛莉。从影前的牛莉是一名运动员，凭天赋和努力拿到过两个不同体育类项目的冠军。正是这段练体育的经历磨练了她，让本来就倔强的她在演艺路上更加顽强坚持，不服输，一点点在电影、电视、小品、相声等多个领域有所建树，留下了不少好的作品。1991年首次出演历史战争电影《大决战》，从此牛莉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。那时的她是如同她扮演的小新娘一样，稚气天真，却对生活充满了希望。在《大贪官和珅》《水浒传》中是依旧是饰演一些小角色，但却很是耀目。美丽性感的潘巧玉为她的未来奠定了基础。在与许亚军共同主演都市情感剧《怦然心动》时，已经可以看到她的演技有了很大的提升。2000年以后，接下来几年是牛莉演艺事业的第一个高峰。从这以后，她塑造了一系列带有她个人色彩的观众喜爱的角色。她是角色双骄中的扬州城新任知府秦中玉之女秦彩青，美丽动人，青春明艳。从角色双骄在 BTV 首播后，牛莉才逐渐走进了观众的视野。紧接着她又摇身一变变成空镜子中孙家的大女儿孙俪，漂亮出众，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旅行社工作。这是她演艺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影片，奠定了她未来的星路基础，并且凭借该剧提名第22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和第2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。《闯关东》里的奈文，《媳妇的美好宣言》里的华亭路，《麻辣女友》的幸福时光里的林芳，《房战》里的乔思辰，《父爱如山》里的安冬梅。除了影视作品，几乎全能的牛莉还参加过20多届春晚。2010年的小品《一句话的事儿》获观众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二等奖，2011的相声剧《还钱》获得观众最喜爱的春节晚会节目一等奖。事业上越来越成功的牛莉，在外貌上却呈现出逆生长，身材也越来越成熟性感，十分惹火，经常大尺度出现在公众视野里，大秀惹火性感身材。中国喜剧星年度盛典在北京进行录制时，身为女导师的牛莉姗姗来迟，虽然迟到了5小时，但出场后便引爆全场。当时身穿透视装的牛莉一现身就引发观众蜂拥上台，一顿狂拍，
到时曹云金更是两眼目不转睛紧盯牛莉，表情夸张。牛莉是足够努力的，在演艺界她是成功的，在私生活方面她也是未曾传有多少负面绯闻，与老公恩爱和睦，有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像牛莉这种一心扑在艺术上的女演员不多了，那些习惯了靠绯闻靠炒作上位的女演员再闪耀也不过是萤火之光，稍纵即逝。花瓶永远是花瓶，实力永远是实力。